很快的两个人，一个问路遮住警察，另外一个门一开投地锯，两秒钟。这个不是小小偷，这个是国际专门的，这个他很清楚这个石头的价值，然后怎么嚣张，怎么会被盯上呢？因为他是知名的宝石猎人，出事入死，游走在全球各大矿区。那早晨的时候呢，他问你要去哪里，我说伊拉卡卡。哦、oh, ，no， nobody wants to go to 伊拉卡卡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不要去那里，那里太危险了，每天都有凶杀、抢案、杀人。那里呢，他会轰飞机的，你坐飞机他有炸弹会疯的，不能走。那你要走这里，你相信吗？大家一定不相信，去了你就相信了。本周日晚间11点，台湾时事，写钻石的秘密。